怀孕了，怀孕了吗？那好，是不是怀孕了？对。风水云动天，就是一个盘，那不是跟大跟人家测的测的一样？就是他测的是血。可能测的是尿。你那个药不得倒上去吗？那个药得倒上去。吃啥？好，你吃。看，扣一点屎。这得多少钱？一十斤。你少吧一点，一会儿我再滴一滴。你看你怀孕了吗？好，再滴一滴。他也得等着我父亲看一下怀孕了没。好，盖上。再滴一滴，哎，滴的少吧？少一点，我看看能不能滴多。再滴一滴吧。不滴吧？抽的有点多，还是不是专业的人。多少故事在心里，五月烟雨蒙蒙长扬州，百年桥和花锦旗。好了，不管你烧多少，它不湿上面它就能干。走着呢，将军，来过来，我看你呢，喝的好了没有？过来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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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，坐下，哎，握手。还有喝的，你揉揉。别笑，哎，自己的鞋子。给我揉一揉，一个杠子。嗯。来了一个杠子。能看到了吗？对呀，看到一个杠子。别动，一个杠子，去。不是两个杠子怀孕吗？对。好了好了，回去吧，可以回去了。走吧走吧，回去回去。等结果，回去等结果啊！回去等结果，回去等结果。走了，回去。走了，回家。回去等结果吧。去吧去吧。去吧。去吧，回去回去，他不愿意，他也不愿意去的。过来过来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这是属于西瓜。我靠，两大杠了，两大杠了，这么快就闲了，这是不是两大杠？啊，真是两大杠，怀孕了，怀孕了，他狗怀孕比我怀孕还高兴。哎呀，比怀孕还高兴，对对。哎呦，真的是两个杠哎！这样皮皮又有后代了。皮皮又有后代了，你看这个樱樱桃已经怀孕了啊，以为是没有啥的，还真是两个杠了。嗯，两个杠，这个杠有点偏，这个杠也差不多，是怀孕了，看不清啊，能看清就有点显，是应该是怀孕了。好了，然后给他饮食上就得注意了，得给他多，得给他增加营养，给他增加营养了。饮食上，以前是一天一顿，现在一天改成两顿，好不好？行行行，把他照顾好，照顾好，看多睡几个宝宝，胖胖的，对。